18:24，天都已经黑透了。刚从农家小院下来，有点晚了，今天晚上就不回家做饭了，在楼下吃点麻辣烫，自选的那种。少吃碗吧。谢谢啊。他吃的就是丸子开会，再加点粉条。哎，他家还有麻辣香锅。我吃这个麻辣香锅。妈，那这零食呢？你一吃。行，妈妈可以拿你那个荞麦的。我不吃面了。就是跟咱们吃的方便面一样，它不是油炸的那种，就是带色啊。你这也整不少蔬菜呀。嗯，我愿意吃蔬菜。完事儿了。送我一个蔬菜。这是我选的，不喝。41.61元，是吧？我听他俩支付，那也不少，四个人才61。就没整过他，我就拿手机刚刚扫他，说我俩送你生日就扫你。哎呀妈呀，你就是扫二维码这方面不如俺们，你玩手机不精。这痛快的呀，那能让你花钱吗？谁花不一样？得让你花大钱呢，这个才60多块钱，让你花600的。行，不能老不让我花钱。哪老不让你花了？花的还少啊？你瞧这孩子。过两天天暖和了，咱就在上面能开火了。嗯，这两天得收拾收拾。这小子尖的，先去把料对上了。他愿意对，咱们不对料了，就整好了料。那也香了，这些玩意儿，服务真到位。嗯，他想当服务员去。哎，你干过服务员吗？服务员？嗯，没干过服务员，我干过服务生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但是那种是酒吧似的。在酒吧上过班啊？上一星期，有点那你别吱声了。上一个星期肯定是试用期没过，不干了。不是，那个人家给我打，那人喝多打小费给我，咔咔，一开始给我小费100元，没要，要不要？不要，我拿了3000多，我第二天不干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可机灵啊，拿3000嘎跑了。你听你爸说吧，就给你讲故事呢。我认识的时候，他就刚开始上班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爸工厂，你刚开始呀？你爸刚开始干仗的。妈妈，那你怎么是平时在一起？那咋整啊？你都这么大了，人家两口子劝和不劝分，你这劝分呢？你看我那衣服，他穿的挺好呢。是你的？啊、嗯，其实我不想让他穿，这衣服不太好了。就非老穿，他穿的很劲儿行呗。这衣服都挺旧的，之前看出来旧。你看他肩膀头在哪儿呢？不是，在这儿。拉倒吧。对，衣服型就那样的。手法这可能是到上口吧，我们这个刚带同学上来，平常的话到这儿烫一下子就上来了，就等了好半天了。来了，第一个谁来？我们家楼下这个麻辣烫店开了好多年了，他居然才知道，第一次进来。哎呀妈呀，畅畅你这。第三个是我的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最后选的第三个上来吗？啊、因为我夹塞了。该量你的时候把我的赶紧给了。没来你来了。我这里边嘚瑟啊，加了一个炸弹，哎呦，还掺这个炸鸡蛋了。这么瞅你那比我们的都少呢。
我夹的时候可多了，一放就这样了。呀，你那些能吃了就行了，他小干豆腐少了，面条没了。上来还搁两块冻豆腐里头，这就叫实力。你有没有实力啊？有。第一个上桌的，最后一个下桌。俺们娘俩上你家溜达一圈去啊！走走，给水拿了。悄悄惦记他那个长草的娃娃，过去看看长多高了。我的长草娃娃。就惦记那玩意儿。哎呀妈！六点多下来，吃完饭一个小时。哎还能再长，我给你剪剪头好不好？嗯，得天天浇水，天天浇水啊。我给你剪剪头发。干啥呀？拿家去啊？拿回去吧，让他给他扎个辫儿上了，朝天辫。那个干嘛得天天浇水呀？嗯。你能不能站起来呀？你有点吓人。好了，他就是非主流。哼。朝天辫小姑娘。哎，真能霍霍你看他一脸无奈。